靠，圆滑。嘿嘿，称霸地球，指日可待！老子来个毛海怪冲刺，自称外星人王，在线喷水！嘿嘿，喷水，你喷个锤子水！小心我那个喷水火箭直接送你上天！地球最新高科技，一炮直接黑死你！还有最新的 Windows 系统制作，来木匠哥，再赶快发射噻！你换锤子发射，去！爆！哎呦，是啥子？啥子居然我的天了？那个我飞起来了哇！要不得，要不得！哎呦喂，我没长翅膀嘞，在那时候啷个整？耶，啷个的？我那一集还没有变超的嘛，啷个遭别个拐抢了？不得行，为了领个火箭，必须变个身出来秀下存在感。哎，狗子怪兽以为坐火箭都飞罗了，老子硫酸脸哦，不对，人家现在是圆润脸，奥特曼绝对不能放过你，敢让我吃不成盒饭，我屁眼都给你打成凉饭。跟老子聊的蛮快，走啊，我遭不住了。没事的，马上来救你。你拐个弯，拐弯啷个拐弯啊？问你话也得通文字圈吗？你屁眼甩一下嘛，甩一下都拐弯了。哎呀，早点说嘛。嘿嘿，上当受骗，自卷自圆哈。你干啥子？你不是说要救我吗？是吧，是要救你，套路你也是一种救，十八年后又是条好汉啊！我听你嘴聊不聊呗，要不得要不得，再打再快点啊！我这里啊招了，再玩两秒，再啊，要得嘛啊！哦对喽，嘿，你是不是？你把脑壳抱到干啥子？我怕你打我，打起痛，连我嘴巴都是歪的，牙巴都是缺的，你忍心打吗？我说了要打你吗？你不要诬陷好人嘞！我专门请你过来做火箭的，真的是狗咬吕洞宾，不是好人心。我真的是为好不得好，反而找狗咬。快点去做火箭，做火箭做啥子火箭嘛？做火箭要钱的嘛，没钱的啷个做嘛？你能说我像你哟？一个月工资3300。哎，烧屁股烧来了哈，快走！喊你做火箭就是我的工作，快点儿过去。你们做一个火箭，我可以提50块钱走。快点儿火箭回去，不然休怪我拿手无情。我不走，你不走，我的走，坚决不得你，快点儿去走。我不走。这老子里你是不是要混？我跟你说，混人没得好下场的啊！其实我啊也是很无奈，你要是不做火箭，我都没钱给娃儿买奶粉喝，晓得不？我不走，你不走，你不走，我拿啥子去买奶粉给我娃儿喝啊？快点，最后给你找机会去走，快点！哎呀，你强买强卖，我不走，我做一台要给500，你才提50，值得吗？没法，打工人打工混，打工才能赚钱当人上人。你也不要怪我心狠手辣，一切都是为了生活。啊！我银行卡又少了500块钱，我恨你，奥特曼！我那500块可以给你娃儿买10包奶粉了。我管你那些，反正只要你做了，我就有钱赚。搁老子里的啥子奥特曼楼，还没个火箭飞得快。哎呀，那个都是500块的速度吗？坐起是安逸，但是好像那个油不是也够了，那个飞不赢奥特曼喽。500块的火箭你想飞好快嘛？飞出外太空飞不动了。啥子？